第35题，35364题组，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35364题。如右图一所示，鸟哥手持球棒站在体重计上，体重计所显示出毒素为50公斤重。若鸟哥两脚鞋底与体重计接触的总面积为500平方公分，若鸟哥抬起右脚做打击姿势时，如右图二所示。第35题是问，图一中体重计所受压力的大小为多少每平方公分公斤重？这个是所谓的固体的压力，公式是 P 等于 F 除以 A，F 是正向力，通常是重量 ，A 是接触面积。它题目是前面告诉我，接触面积是500平方公分，重量呢是50公斤重，所以算出来是 0.1 每平方公分公斤重。因此，第35题我们说，体重计所受压力的大小为多少每平方公分公斤重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0.1。